李子好，今天2020年1月1号的第一天啊，星期三，我们环球邮报台北新闻的读者们、539会员们，我们今天啊，1月1号我们公开一次啊，那么希望大家都能中奖后能参加会员啊。来，我们首先第一组牌全车二中一，0123，0123，今天01连庄啊，23啊。013，第二组牌0123去碰五尾，0123碰五尾啊，然后这只有签两星，第三组牌0123碰二尾，0123碰二尾。各位，我们已经第四次不中了，昨天我们尾数碰尾数都有中，组织不中啊，那个也没有用，尾数碰尾数，感觉坦白话就说我们中了中个一碰就好了，我们不要想太多，不要想中到三星啊！啊，像三星，你要到台湾彩券公司签，你还要扣20%的税金，中奖14000，扣掉20%的税金，划不来。那我们就签两星好了，我们分散签，两星到4家不同的彩券行签，所得获利的一样，跟三星是一样的啊。那也是一个月，我们这样也是中了。这个是1:8，我们一个月只要中一次两次，我们就全部都中回来的了，啊，有时候是中两碰，我这个月中了好多碰嘛，啊，有时候两只碰一个尾数中，也等于中两只两碰，0238，记不记得0238碰四尾，啊，这是今天我们台湾539，我们公开一次啊，祝大家今天新年快乐，啊。都有个美好的星期假日，明天要继续上班，有事情打电话到0915008814，0915008814，找燕社长，啊，我们的四排会员只要100，四排报三次只要100块，全台湾省最便宜的找不到的，啊，只收100块钱四排的会员。